喺名古屋城嘅对面呢度开咗条新食街，听讲入边有齐名古屋嘅名物，一齐入去睇有咩食啊！雪糕咧系豆腐味啦，佢好香浓，而个金箔咧就系银纸味，因为比普通版贵400日圓。由二席区行到中春区，总共10分钟。嚟到呢度就发现两边嘅设计风格有啲唔同。二席区咧就比较日式传统，而中春区咧就比较时尚。睇几得意？